凌云，这现在你一定要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们的婚事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们是为了要救你。救我？如果我不和苏瑶华成婚，爷爷会杀了你和你爹，所以我只能这样。你一定要原谅我。 没想到，你们两个安度陈仓啊？没有。那你敢说，你不愿意嫁给崔楚逸，不是因为他，还有你。我说你怎么跟别人都冷冰冰的，对他就不一样了。我这前还奇怪呢。怪不得，前几日你还要找我决斗，行啊，老段。我真的吗？不是，那是我姐教我的，你不要生气啊。 难道你自己不想吗？是，我不希望你嫁给他。那你希望我嫁给谁啊？嫁给我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